现在要来找一个赤坎潭哦，这个赤坎潭的部分好像来自台南呢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在这里找到了赤坎潭，你看，我找到了。听说这个赤坎潭哦，有跟总统马英九先生，然后他特别推荐这个产品是非常好，因为女人需要养生，而且听说这个糖吃了对女生很好，对健康也很好。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这是姜母糖赤坎糖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可以让我试喝吗？是是是。哎，我想要找那个董事长，不晓得董事长在不在？老板在这里。哎，老板，你是老板吗？是。是哦，哎，我找好久，找这个赤坎糖，我在这边找了好久，找了一个小时找不到。那么，你可以跟我介绍这个赤坎糖吗？好，可以啊。是。对不起，我有没有打扰你们的时间？没关系，因为刚好那个他们香港过来要谈经销代理的，哎，那没关系，可以一起。是，哇，那个香港来的朋友，跟大家 say 个 hello。对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香港来的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的赤坎糖真的很有名哦。我在这边找了很久，就是要来找这个赤坎糖的。你一定要把它带到香港去。好，我一定会，谢谢你啊。那老板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这个赤坎糖的这个功效跟好处，还有品类好不好 ？OK。我们赤坎糖这种传统的糖是一种原糖。所谓原糖，就是它没有添加其他的糖，没有添加其他香料。这个在台湾，我们剩下最后一家还在做。我们已经最后一家。我们已经做了，很久很久了。是。哎。哦，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我61种天然营养哎。对，这个。这是一种原糖。是。原糖就是没有加糖或香料嘛，哈、哦。那这种糖的话，它的好处是，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使用。嗯。包括直接吃当维他命，是。或者冲泡饮料，是。或者做菜都可以使用。它也可以调面膜，这是可以吃的面膜。这是可以吃的面膜，又是可以美丽的吗？对的。哇，又可以喝又可以吃，太棒了。嗯。听说吃了这个姜母茶，说身体的功效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？我们中医讲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。那冬天当然喝姜母茶，夏天更要喝。怎么说呢？你看我们这个姜母茶哦，这边有写一句，寒冬温暖凉拌，炎夏冷房必备啊。是。因为夏天的时候在冷气房里面，从外面到冷气房会觉得很冰冷嘛。对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吃姜母茶的话，那这样子身体会比较暖和，对身体是很好的养生。是。哇，这边种类好多，看一下这个是。这个是送礼的，送礼的盒装。哎呦，好特别哦。这个可以有这么做的这么好还有看到这个，如果是自己吃的话，可以选这种包装的话，就比较环保了。是，这个呢，我要送人家呢。送礼的话，如果像这种综合的，里面有赤坎糖，有姜母茶，也有白咖啡，还有照顾视力跟智力的黑加仑。这是你既然这么好，嗯，所以这个组合起来这样子，那就把健康带回家咯。对，全家把健康带回家，就这么简单，把这个糖带回家，我最喜欢的，我可以带一回回家吗？哦，可以，太棒了，我一定要带回家。可是呢，我想要问一问哈，香港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个有兴趣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我们亲爱的朋友，香港来的哈，是，你怎么会想要吃这个赤坎糖呢？因为听说这个赤坎糖是很特别的，是台南的很独特的产品哦，所以我们只是一定要来看一看，试一试，了解一下。你吃过吗？现在还没，但是快。我们准备要试试看。一定要吃，真的一定要吃，在台湾能够吃到赤坎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谢谢你。这个糖吃到除了幸福，还有古早味。嗯。台湾喜欢古早味，我也很喜欢古早味，所以我寻寻觅觅就是要找到这一个赤坎糖。这个赤坎糖非常棒哦。那么我们也请那个老板来跟我们讲加盟的条件好不好？加盟的条件就是说，不可以。不实的广告，你完全要照我们政府的规范
啊来销售这个产品，啊价格也要统一，哎，因为我们这个在全世界都有销售，尤其是加拿大是医药用塔，是，它有61种营养，所以针对就是它的功效方面呢、啊，就是要照规矩来讲，你不可以去夸大。我们是老老实实做东西做糖的人，那也一样，这个糖我们自己很喜欢吃。我也很喜欢吃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吃糖好不好？好。哎、欸，黑加仑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黑加仑赤坎糖，黑加仑养颜美容促进新陈代谢，哇，这一定要来了解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问一下老板好不好？老板，来，老板，老板，我想要问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比较学理方面，一样吗？一样，是一样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是纽西兰进口的一种莓果，是莓果类之王啊，因为它的花青素是蓝莓的4.3倍，维生素 C 是柠檬的3倍，那多酚是几十种莓果类里面最高的，所以这个对于视力跟智力保健非常好，尤其像这个的话，黑醋栗这种果实，在纽西兰是在预防老人痴呆症的，可是它就是很酸呐、啊。莓果类的产品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酸了，一般都要加很多很多的砂糖，可是这个是加我们赤坎糖，所以就不会说因为要它的好处又不会怕胖、哦、所以一减二五蒙拉减四口意思就对了、啊、哦，台湾话讲一减二五蒙拉减四口的意思就是说一举数得，然后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事半功倍。这个黑加仑特别要记住，我要跟特别介绍，就是说我们黑加仑现在很多低头族也很多我们的3C 的使用产品，尤其是我的眼睛每天看的这个电脑很多，我特别的需要，所以我特别找这个东西，今天真的让我长大了，太棒了，好，谢谢谢谢，黑加仑找到了，太棒了，我一定要问跟老板讲哈，老板我要买2盒可以吗？我送给你，送给我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是。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澳门的这个会展中心，是，也是呢，也是今天哈、哦，8月1号开始启用典礼，所以今天是个好彩头，客人蛮多的。尤其我们这个铺子哎，我们赤坎糖哦，来参观的客人是最多的哎。所以我寻寻觅觅找好久了，一直没有声音哈，没有办法讲的太多。可是呢，你要了解呢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呢，我们是展售而已，我们也是在招商，是哎，所以我们有双重的意义哈。那么也请这个知道大家广为宣导。知道的朋友哈、哦，广为宣传一下、啊、那我们呢，啊、到台湾去哪里找你呢？啊、我们就在台南市，哈、啊，赤坎楼，就是在永福路赤坎楼哈、啊，前面100公里，在附近，你只要提到赤坎糖哈、啊，那周遭的哈、啊，方圆1公里都知道。我们在赤坎楼，永福路赤坎楼前面100公尺。老板太开心了，赤坎楼前面100公尺，我要怎么记到这个住址呢？好，那么谢谢老板要送给我们哦，我回去吃的会越漂亮、越美丽、越健康哦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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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达成协议，签订条约。哇，太棒了，澳门赞！来，大家比个赞好不好？赞，赞，赞，赞。